大家好，最近又剧荒了没 ？TV 君这周又有惊喜好剧上线了，这次是由林峰、邹秀娜、黄浩然领衔，满满 TVB 港剧风的悬疑网剧《黑金风暴》。从海报上就可以感受到满满的悬疑色彩，一下子将好奇心拉满。剧情根据九大真实而离奇的案件改编，讲述重案组高级督察韦景生和 ICAC 调查主任贺伟廉携手破案的故事。涉及虚假交易、杀人案、骗保、80亿跨境走私、制造交通意外杀人、高层权钱交易等，双男主关系亦敌亦友，主角几次被赃款陷害，杀手追杀，搭档反目，跌宕起伏的剧情让人对后续发展充满期待。拍摄在香港和澳门两地取景，节奏紧凑，巷战打斗、飞车、肉搏、枪战等港剧经典画面，每一帧都是电影级别的高质量画面。演员阵容方面，男主韦景生的扮演者林峰原有《寻秦记》《溏心风暴》《使徒行者》，几乎承包了港剧的半壁江山，竟有《星辰大海》也频繁，观众的认可度依然很高，无论颜值还是演技都不会令大家失望。尤其对于喜欢《使徒行者》的小伙伴来说，一定还记得林峰饰演的鲍 C 和梁静辉饰演的牧师这一对好兄弟。牧师是个胆小又没什么本事的小混混，但关键时刻总是对鲍 C 死心塌地，哪怕后来也知道了他的卧底身份。尽管一开始很生气，但气过之后也仍然选择继续做朋友，最后还替丁杰挡子弹而死。三个人一起边流泪边唱友情岁月的片段也堪称整部剧的高光时刻。这次在《黑金风暴》中，不知二人是否要将友情延续，但时隔多年再度同框，这波妥妥的回忆杀也足够让人惊喜再感慨了。此外，邹秀娜、黄浩然等多位熟悉的 TVB 面孔也在这部剧中再度聚首，老戏骨吴启华、吴岱融再演大反派，熊黛林、李灿森、郭正红和麦长青等昔日 TVB 演员再同台，演员班底基本上都有过合作，充满默契，连配角都是大咖级别。如此丰富的精彩看点，究竟质感如何？如果你喜欢这种悬疑、扫黑、警匪探案的港风类型，赶快下载 iTalk BB TV App 一起追剧吧。Lexus 邀您共赏，才不要和老板谈恋爱。